咱巴肚爱顾啊，然后咱的灵性嘛爱顾吼，那安尼来讲，咱会当花出这个时间来到过程当中来吼尽力来说咧吼，这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啦吼，咱讲灵性嘛饱，巴肚嘛饱嘛吼，啊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甲诸位先来共同建设来讲，今仔日咱来过程当中是较袂较假的吼，是较无。不太多啊，点点啦吼。今日做一件，咱来遮时间先预计，吼、哦。咱拢知影，咱一个周立盘特，吼、哦，这是比较特别一个地主嘛吼、哦。那么伊呢，伫这个过程当，伫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伊佮对应佮去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一般人看到讲啊，这个人就是啊大胆吼，痴呆安尼就对啦。但是呢，咱佛陀人伊有慧眼，吼、哦，伊会当知影讲哦，原来伊是。这个周立盘特呢，伊是历史当中，伊就是一个教授师啦。那么是安怎讲？伊即阵即世是安怎个事件？讲伊头壳安尼，小可安尼狂暴安尼就对。就是因为安怎伊哩，即、这个伊当时伊在临时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呢，伊吼看破就对了。就是讲唔爱甲人分享，啊，所以讲当伊即世来转世的时阵，离佛甲佛陀结缘的时阵呢，伊就是。显示出来就是安尼，上来拜拜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所以讲佛陀伊有慧眼，会当超视入了，伊就讲啊，安尼，伊就甲周立盘陀讲，你等于听念经讲这四字，少尘除垢，少顶除垢，安尼就好啊。那么当然在伊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周立盘陀不断咧重复在念这四字，不断用这个扫帚在扫这个钉啊卡啊，扫这个树条啊的过程当中。你要看伊遐经过偌济摆，伊才会当开悟。吼、哦，那这个期间、这个时间、甲这个空间，诸位正贤就敢亲像咱诸位正贤来到会场当中，吼、哦，在听道理同款啦吼。唔、哦、是讲今仔日甲江苏界的呢，今仔来甲咱的仙佛界的。仙佛经由一摆、两摆、三摆、四摆、五摆、六摆、七摆、八摆，一直到无盘初摆了，咱才会当像周立盘陀安尼。开启咱的大智慧，在咱道中显示着一切。咱讲平常甲观音、甲求道进前无同款的这个所在，这就是安怎？这就是咱要在咱道中，咱要显示出来，咱求道进、甲求道后所无同款的这个所在。这个就是比较今日比较注意点来分享这个平凡当中，要显出这个不平凡的这个规律。啊，所以讲咱道中啦吼，不管是咱在开。咱不管咱是咧办活动，也是咧聚餐，也是咧办各种的这个班会、舞会，或者是要互咱经由开班的这个经验，经由听道理的这个经验，互咱会当开启咱的智慧。就敢若亲像佛陀当年甲周立盘陀讲，叫伊爱坚不断爱念，是不是爱去做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这个做甲念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互伊会当开悟。所以咱今日开班同款的作用也是同款是安尼啦吼，啊所以讲当然，其他在说发现无一定会当将这个题目完全的意涵甲阐述，啊不过呢，其他就是要传达这款的这个情境啦吼，啊甲诸位前人来分享。啊那么当开始呢，其他就用一个较轻松的这个故事啦吼，啊诸位前人来分享吼，这个故事呢可能大家拢捌听过啦吼，啊我来讲。啊，故事我听过啊，佮讲着无意思个吼。啊，不过呢，咱安怎就是真熟悉的物件，咱佮来佮重新温故，咱才当然知心嘛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故事就讲穷和尚，以这个善恰和尚哩西方出兵的这个故事啦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故事也咱拢知嘛吼，就是以前有一个真好个和尚。那么伊安怎，伊就是听着讲西方呢，真经常出。伊就会当，安怎？伊就会当得到解脱的吼。啊，那安尼，咱出现的，在座拢有求过着啦吼。那么咱三宝，咱的江苏拢有甲人讲的吼。迄阵就是啥？迄阵就是弘扬期的时阵嘛吼。伫西方取经，才会当得到真道嘛。那么，这个好个啊，这个和尚伊就开始安怎？伊就开始传物件就对啦。啊，就安怎款吼，就拢欠一项就对啦。所以呢，伊就袂当出发啦。那么。反倒转来讲呢，伊个计较多个就是较善车这个和尚啦吼。那这个较善车和尚呢，等于听着讲啊，西方取经，伊就会当，伊要会当去西方取经哦。伊嘛，等于
包括我款款的，啊问款款的，啊就出发安尼对吼。啊其实嘛无啥物通好款啦吼，都一梳干洗啦吼，啊一双鞋啊啦吼，啊问摕一双去吐一块布啦吼，安尼就出发啦。那么你出发进前，伊就去甲这个好价的这个和尚讲啦吼，伊讲啊我要来西方取经啊，啊迄、那个好价的这个和尚伊就讲。好可怜啊！我穿只久啊，都还袂出发嘞。你安尼凭啥物问怪怪就去出发嘞？吼、哦，你这吼、哦，伊就带着足大个即个怀疑啊，吼，啊，甲质疑的即个口气在咧甲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要安尼出发啦，啊，伊就出发去，安尼对个。拄只那么小块，以咱即阵来讲的时阵，以咱即阵的角度来去感受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可能咱会感觉讲像冲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无考虑清楚就出发啦，吼、哦。你行路不唔知，吼、哦，啊后一段日对念嘛唔知，伊就出发去啊。所以讲，伊咱即阵，咱会感受啦吼，另外个感受嘛，感觉讲，敢若亲像有较冲动感觉。但是呢，你甲想看卖，咱即、這个较善下即个位置，伊就是安怎，伊就是敢若亲像咱动车时咱空腹，空性也所讲，拢标准的色素而已嘛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情景是完全同款。修行人上界大，一生当中上界大的这个盼望是啥？就是会当超脱生死嘛。吼、哦，那安尼来讲的时阵，伊知影讲西方取经会当予伊知影人生的，知影人生的这个真谛了。当然，伊就是消灭这一切的周边的这个妄念，就去往西方去了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伊就无考虑真多就对啦，就出发了。当然，伊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拢知影。讲这个修行人，伊这较善解这个会中，伊认定讲啊，伊要去西方取经这件代志，是伊是正确的。对于修行人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正确的这个目标。当然，伊就无坚持行这条修行路，伊就勇往直前，安尼就对啦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吼、哦，当然啦吼、哦，咱会咧主观的，不管是天德还是观德啦，即阵流行。乾坤不分啊啦吼，像其他拢爱家己煮啦吼，所以讲，你看嘛知影要来料理安尼就对啦。吼，伫这煮饭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去煎着物件嘛吼。这个煎的过程，就是啊，要甲煎啊好好食，哦，塑料啦吼，要啊好偏胖好好食，就是爱迄个汤味嘛出来嘛。啊，迄个汤味嘛出来，就是爱火烧，啊，经过火候来讲，哦，迄个汤慢慢啊烘，哦，迄个汤味好出来。安尼食菜食落去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咱即阵是全部拢食素了嘛，吼、哦，然后即阵用一针啊，打去大陆打上来，去大陆下嘛，打上来时，吼、哦，然后即个是我排二十公斤的迄、那个素米白骨，对啊，我已经看到是足欢喜啦，吼、哦。